这有可能是镜像对决。哎，灵幻。我不知道现在龙杖还夯不夯。我是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夯了，我觉得，个人认为。你拿到神器了。一般而言，有两种方法来打。疲劳内战，一种就是还是当个疲劳战，然后另一种就是想办法把别人打掉节奏。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疲劳内战谁占上风。看起来是我吗？主要是看谁有抽到审判者马瑞尔，他牌看起来好多，九张，所以他有八张牌。所以我现在已经告诉他，我是一个死生疲劳。Oh my god， 准时下。准时下，我们几乎就一定要打节奏了。哦，赚呢，好赚好赚。哎，哎，哎，像这武器连敲出去都不能。Oh my god！ 大概就吃一个斩杀，他还没有缴过斩杀。然后我其实也蛮想绿一张牌，所以还好。我其实可以直接金猴啊，
职业进口，我其实不认为他防得住。啊，我觉得他防不住。安克里夫。几张啊？16+6，22。让我想想。22张传说。下这个他很明显就是，哦，所以他是优格。这个还可以触发，欸，但是再缴一张斩杀或是盾猛吧。这个会复血我的武器，好像要抽发呀。等一下，这会触发，欸。Oh my god！ 卡尔洛斯，你不配领导部落。超哥，兄弟会将获得胜利。Oh my god！金色告解者，告解给的感觉穿着非常的清凉。啊 ，OK。哎，再缴一张斩杀。没有。然后干嘛？哎，是他想要。找机会搞斗殴，全都是走狗。没有人能阻止正统部落。有两种可能，它是金色，就是它原本是金卡，或者是它你的我们的那个投资是金卡。我们投资的金卡就是我们藏宝图是金卡，我们藏宝图是金卡就是我们伊丽丝寻星者是金卡。所以其实伊丽丝寻星者还蛮适合和金卡的。Oh my god！这不可能会触发，因为没有任何传说牌有办法 buff 克苏恩，所以这不可能会触发。
对手表示，那要怎么玩？第二张范克里夫。把他盾打掉有一点好处，就是他没有办法用一些怪东西，他没有办法用翻盾手段，没办法用，至少用那么顺之类的。OK，pretty good，pretty good。敲进去好了。招牌直接抖、哦，嗯哼，对，所以说这是两点伤害，这边十点伤害。他斩杀也没了，可以，他似乎活得下来。在，他找什么东西啊？你要找什么东西啊？没有解啊？他抽牌没有用啊？他没有斩杀了。Oh my god， 好爽！我觉得猎人算是蛮克制我们的，蛮克制疲劳战的。我有这个之后就会比较好一点点点点点的，因为每轮要压这个英雄能力的压力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大的。应该第二轮上支援战斧，第三轮钱币恩诺斯不是巴奈斯。该射谁呢？射你自己，自射。Oh my god， 他是小草吗？这四点伤害两费手下，有点强啊。OK， 不要冲锋，什么都好。OK， 我们拿到好的巴奈斯，拿到好东西的几率到底是多高？其实我们可能拿到冲锋，这其实只有两张感染牛头人跟一张砍血，两张砍血，一张砍血梯，
然后还有苦痛而已。然后一张苦痛我们已经握在手上，还有希瓦啦，我苦痛跟希瓦我们都握在手上，四张，而我们手下基本就很少。一二三四五四，剩下一半一半。杀命令！这招只对傻人有用。退后！回两滴也是回啊！等一下，应该是铁路堡传送门。哎，我的牙齿可真大！我把我的命运交给这个未知的传送门，加油啊，传送门！完工了。哦，其实还不错，而且这会被叫回来。我希望等一下这只会够好。其实铁路堡传送门，我仔细想一下，其实应该还不错，因为其实牧师有些很强的四费手下，牧师就有两个四费三六了。所以搞到铁路堡是除了传送里面最好的传送门，说不定。因为最近加一堆 OP 的牧师系列的那些传送门。这他也很难处理啊。今晚上演的是失落世界。别担心，亲爱的，骑兵来了。我操！所以我希望现在我有一张斗殴，我希望我现在有一张斗殴复仇，复仇其实好像也行哎。等一下，不留活口。等他等一下有一心呼唤。所以野性呼唤是五加四，也就是九点伤害。那我就只问一下，只会剩下九滴，然后我可以再拉多少九滴上来，或是用这个拉四滴。OK， 那他野性呼唤就不会拉那么多，打那么多伤害。我会英勇战斗。杀！上啊，牛头人，给他好看！再一张野性呼唤，我觉得我就顶不住了。圣光会护佑我，不要放弃啊，牛头人！
一心只想回血。嗯，一三四，不能忘。我操！太超过喽！四滴，所以我还剩九滴。圣光会护佑我。这是三小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出局。没有野心呼唤之后，这些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恐怖，然后我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只产生效益，但是我可以稍微打掉一只之类，可是其实没有那么高效益，所以我应该要想办法抽牌，少坦一点伤害。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实验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用完这个之前战斧是不是马上可以装纯人灾厄来打手下，我猜是可以。值不值得吗？八张牌，哇哦！我一定要上盾，所以应该是解掉这个或是这个，应该解这个。因为假设他有另外一张动物伙伴甩到姚克的话，那只二一可以解掉我的三三，感觉完全不合理，不过是真的。我的牙齿可真大。超辛苦的打回来，还比他多抽了五张牌。我蛮确定，我们想要先恩诺斯，再做其他事的。
或许我们不想。因为他要怎么解这个溜溜草缝？哦，他没有办法解这个溜溜草缝。不过殊不知，我这个武器是不能打脸的，所以他其实应该还有一轮。